好，大家好，我是 Master 五条队，也是第25次的 Overload 大碗的游戏录制。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55，左上的话已经好像两三天没有录游戏了吧？好，那不是重点啦。那最近左上的话已经把我的证照搞到手了，所以现在目前可以开始有点高枕无忧的感觉。闭嘴！对，我上次好像换过新的装备了，看起来不太一样。好啦，那左上上次好像还有就是偷花了一点时间冲一下我的装备，我现在装备好像是最顶的吧，应该是吧，你看那个头盔整个那个角都不知道长到哪里去了，整个让我长高了20公分有吧。好啦，那我左上要录半个小时，那当然是6:55。好啦，我们接着去看要干嘛。上次录到了奥金矿井，我们来到第三个熔炉嘛，然后现在目前应该还是环绕在就是矮人的营地这边吧。好吧，上次我们想一下，我们之前说要拿什么啤酒拿完之后，然后拿熔炉拿完之后，要再要拿什么？看一下，有点忘记了。在小偷得到手前到达母神雕像地点，按照格纳尔的阴险计划寻找母神雕像。好的。然后最近好像有新的魔法啊，对，这个新的魔法，这个好像是会烧房子的魔法，那放了也麻烦管，可是好像很耗魔，所以主神器不想用，好像这个比较好，这一招感觉比较爽，可以狂暴小鬼。好啦，这边我们好像都来过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有没羊，那、不是没羊，怎么杀出个没羊？好了，我们要啊，好了，我们去找母神雕像了，应该其他地方都已经搜刮过了。好了，我要先叫一些中鬼，然后狼鬼，然后还可以叫五只叫什么？叫绿鬼好了。没羊怎样？怎样？打没羊时间。嘿，没羊固定是吧？干，打爆就没羊，臭没羊。刚刚不是有只带头的公羊吗？但居然都没理他们。还是带头的公羊就不理他们，自己走自己的。那绵羊，好像这边的矮人都被我干掉了，所以目前应该不会有任何该死的矮人在这边，尤其是炸弹矮人，最讨厌就是炸弹的矮人，丢那个炸弹就饱了。好了，我要少叫了，再叫个，好叫绿鬼好了。我有叫红鬼吗？没有。好，叫几只红鬼，红鬼还比较有用。绿鬼主要在前面那边发呆，绿鬼好像只对大型的动物有用，其他就感觉没什么了。那地上的东西捡一捡吧。他把它捡起来了。好了，看一下，来了，我们去母神什么母神雕像那边，那好像是精灵委托给我们的任务。让他们寻找母神雕像，内鬼大盘子，然后过不去。好了，那我直接换了这把剑，这把剑真的很帅，而且冲过之后就整个就是，为什么这边都有对没养？算了，乱打没养。那边是造酒厂，我已经去过了。然后这边就是玩母神什么什么什么厂，母神雕像的地点啊，随便啦。我们再来就往这边走，这边应该会有一些东西可以拿，敲一下。啊，地上有装备有没有？敲，来捡，把它捡起来，对。那小鬼的装备好像要靠就是你去收刮而来的东西来强化他们的能力啊，本身还是没什么屁用，来打没几下就死了。这边是死精灵啊，这只好像算是我杀的，还跟我说这边有什么母神雕像，然后就把它干掉了。神庙工地，好了，这边看一下是什么样怎样的大型副本。这边的地方都其实蛮大的，对吧？大怎样？这是什么？这就是母神雕像哦，这么大一个。哦，石巨人，哦，火焰火属性的，我记得之前没有火焰的，今天好像是原本啊，随便的，反正我们要打它就对了。因为是这样，那边有个食人石巨人在溜达。现在是6:59，刚好了，昨天大概录到大约几点啊？想一下，这是哪来乱的？我想干嘛？
你怎么回答我？ Browns。 为什么那边有神兽？为什么那边会有神兽？我却走不过去。算了，捏沙绕路啊。好吧，那个死巨人等一下应该用小鬼的再加应该就可以了。好了，巨人为什么？解逃？为什么？那是什么东东？嘿，那蓝鬼在这边干嘛？妈的，没有回来，还不知道他有偷跑在那边，他们在那边发呆。你们在地震了哦！啊，蓝鬼在这边，在那边 stand by。啊，那只虫呢？喂，你在干嘛？你敢在搞死啊？打！你的臭家伙！哦，好像好多东西哦。怎么，他到底是什么属性呢？掉一堆金属。哎，玫瑰啊！叮叮，人鬼嘞！来，这里这边是干嘛？那头上那个会不会掉下来啊？也不会。叫哦，底下没有一只。那是什么甲虫啊？临时甲虫，团团甲丸。刚刚讲完，那这边有一个啊，这边的召唤池也没什么。如果不挡他们的路，他们就不会攻击你，所以别去挡路。这个，来，啊 ，fuck you， 啊 ，fuck you， 哦，还好，打，他单独了，趁他单独了打啊，然后换一下技能，这张，等才能在必要的时候开技能。你看，真的掉很多东西，还是就这一只而已哦。这边那么大的地方，你就掉一只奇怪的臭甲虫。好了，投球，我们去决战十巨人。好了，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这边感觉会有炸。我觉得我要先去探路。不然我今天那家伙会突然间恐怖啊，像颗保龄球一样。哦，有没有？他滚过来的，闪人哦！有没有？再跟你说哈，我就知道有炸，炸就白呀，早就知道了啦，都是老梗。啊，炸啦，定咯，那死人们等在那边，妈的！哎，将军选一选。Red， 哦 ，Lose， 紧张背，喝酒，紧张背，紧张背 ，Greens， 哎，有只绿鬼，我都忘了，都忘了我带一只绿鬼。Green, blue, brown。 好了，然后呢？Hello， 我知道你在那边，我的灾。想装死？来，我们在这边。Blue, green, red。去拉怪。来，我的灾。来。哦，滚了。Brown。打妈妈！哦，好像那尸体人等在那边反，还好我的小鬼不会挡我的路，把我踹爆他们，妈的挡我的路，莫名其妙。那这边呢？我是矮人，那边是臭虫，我的灾！哦。还蛮麻烦的。Brown， 嗨，你好。来。打！还蛮好打的这个，主要这有点麻烦，就是那绕来绕去的，你就不能一次给他走完了，你在这边绕像迷宫一样的地方。哎呀，没有啦，一次出来啦，就还呢。哦，有没有？马上就有。
躲在这边开都抓不到我，果然打打瞧瞧瞧瞧瞧瞬间秒杀，真真真真真lose，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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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一些穿一些，捡捡捡捡捡，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准备 ，greens， reds， browns， 哟哟，再来，我们是到了没啊？绕一大圈呢。Hello， 这边呢？这边火枪兵，应该打不到我吧？我讨厌火枪兵呢，火枪兵打得很痛，然后又距离又远，妈的，最讨厌这种人，畜生！看我放火烧你们，用新的魔法烧你们。西游的戏哦，西北掉靠北，西游的戏西游的戏以前怕跟哦，欸，他打了一只耶，应该让他打的算了，欸，所以那是死巨人耶，我先走下来了，不过这边应该怎么拉，哦，那是用推的，我以为那个是用拉的啊，算了，那拍几只家伙去了。哎，等下，再先捡一捡。那个家伙也滚不过，那个家伙也走不过来。我应该是先把这个拉一动之后，然后让那个家伙滚过来，然后就这个杀了起来的。应该是这样，可是我却没有这样做。算了。Lose。叫狼鬼去拉那个。然后再叫中鬼去跟着他。哎，为什么这边会有个绿鬼巢？啊，绿鬼就没什么用啊，绿鬼巢干嘛？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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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准备大战，大战那只龙吧！哎，那有动画，哎，怎么就这样停住了？也不是应该撞过去，然后把那些，你还滚？妈的，放火了！然后你可以滚第二次的啊，哦，想滚第二次，这个败。滚滚什么滚？好了，等等等，这人绕一大圈，我到底绕去哪里了？哎，这游戏很奇怪，他应该是不知道是汉化还是什么的问题啊。他那个字就是停在那边，你是看到如果不打入他们的路，他们都不会攻击你，所以别去打入。我知道，你也不用显示那么久，你要显示那么久是怎样？那十几人在那边。打字哦，怎么打字？这短机耶！我不是要搬个女神雕像，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真是。Blue, green, blue, red, brown, blue, brown。啊，这边，这边要小心一点，这边可能会不好打。哎，不，打打打打打，啊，靠北，我死了。哦，这有这人吧？哎，你怎么过来了？冷静点，大哥，大伙冷静点。哎，那有精灵耶，也可以宰精灵的。宰精灵的时间到了，好了，我们先把这边捡一捡。好了，我们先去，应该是那个吧，把这个拉开，就可以把那些精灵放出来，就可以干掉他们了。哎，那宝箱，捡，精灵，哎，你们好，你们有没有话跟我讲？没有，好，吃屎吧你们，居然没有话跟我讲。哇，今天的精灵屠杀者，只能精灵屠杀精灵之王。我好像都没有掉东西啊，是小气，小气的精灵。好了，然后呢？
有没好东西吗？没有。嗯，好了，稍微绕一下好了。玩那个是要干嘛？往那边的，好吧，搬过去。推推推推过去，推过去。那这边呢？这边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了，那走上去吧。我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是那只死巨人的声音吗？那么远都听得到啊声音。啊，这边应该是要那个炸弹把那门炸开。啊，这边哦，更多炸弹哦。一堆炸弹，你竟然把一个炸弹放在这边，是为了什么？就为了放一些炸弹，就把炸弹放在这边，啊，奇怪。好了，这边找下火区。哦，宝。嘣，还炸一颗。Go go go！ 嗷，好屁哦。要换中间点，不行。哈哈哈，再来一颗。所以说它应该是三颗炸弹不够用，所以你才要这样把那个门拉开来。应该是这样吧，感觉这样不够啊。而且我还是歪的。哈哈，啊，算了，这边还有五颗，我还有无视机会。因为这个比较远欸，万不提前爆炸，啊，感觉这比较危险。照我照我，我没事欸。我打击以后，好了，第三张装备。哎，我是不是？哎，我死一只小鬼，好妖！啊，算了算了，滚他！还有一个王八蛋呢，糟了！哦，全员到齐。现在呢？我们到底到了没啊？拿一个雕像呢？跑了半天的路，你看左看右看，小心滚石，就是你！哎，你好！哎，你好！我来了来了。笨蛋，这个看，这个我看过最笨的怪，他比独角兽还要笨。独角兽起码要冲一冲之后，他还会再踢一下，因为他不会，这白痴就撞到墙壁之后就给你打，然后就翻肚子了。我们少一只啊，少一只小鬼，算了，管他，管他的，管他的，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这边有一只。感觉这边会很多只。等一下，小鬼，你们先在这边。然后，哎，你好，你要撞谁啦，笨蛋？来撞这边，撞这边。来撞这边，撞这边。来撞这边，撞过来一点啦，笨蛋！这样怎么撞那些矮人？算了，还是笨的。我先直接打他比较快。哎，你好，哎，转过来，转过来，哎，对对对，好，可以打。哎，谢谢你帮我把宝箱打开，为了感谢你，你去死。好了，捡东西，捡东西，你的尸体不要挡在那边啊，真的很烦。来，捡东西，捡东西，哎，捡捡捡捡捡。捡钱捡钱，有没有好妖姬？哦，算了，好啦，去等下再去找矮人，先看看这上面有什么。哎，这又是哪里的？这边是哦，死巨人的地方。这边是怎样？路被挡住？哎，怎么又是你？三眼的怪，没有，不止三眼，还是很多眼睛的怪。今天不会要打完吧？哎呦，干嘛？又被打掉了，哈哈哈哈，靠一下就死了，哈哈哈哈，跟我一样一样，那条小伙是经营什么样来的？对，老大，那个女贼朱娥就在这里，跟着直接掉下来，什么掉下来？打青菜了，我这边可以打了他吧？来这边偷袭啊，打不到，不要放弃，感觉这家伙很难打，而且还有一堆，你看那个。一堆奇怪的猛兽，算了，等一下再跟你们算账。我们去另一边看看那边有什么东西，看看下面那边有什么。啊，去看看，那边都是矮人，矮人来了，
自己就可以打死他们，我才要武器超强的。死了！狼鬼救人啊！狼鬼，人家躺在你前面，你不救他，你在那边发呆。又死！哎，你们都不会自己打哦，对，你们的鬼那么笨的、啊，狼鬼笨就算了，中鬼也笨，真的是哦，一群笨蛋。这边要干嘛？这是要干嘛？为什么一堆石头挡在这边？有何作用？这些是不是什么东西藏在这里啊？感觉什么宝物在这边？嘿嘿，有没有？这边有什么？他妈就一堆破箱子，因为把这边挡成什么样？不就一堆钱而已吗？钱，哎，钱好像对我没什么用了。我现在装备都已经和好了，应该吧？美妙的小计划来吧，什么小计划？你的什么小计划？他们必须赶快回到雕像那里打打。好了，我知道了，回去就回去嘛。吵什么吵？是我在打，又不是你在打，你那边抽一张嘴，妈的！好了，我这边应该要叫要小心一点，这边会很难打的感觉。啊，起码这边还有个召唤词，有没有？啊，这个转得出来吗？哎，你好，来吧，我还你自由。打不掉。哦，又撞撞那么家伙，哎，对对，撞死巨人，哎，对，弄嘞，哈哈哈哈，死掉了，哇，这么快，这么爽，这边有，这要搬去哪里啊？这边有传送门吗？没有吧？那地上有东西可以捡嘞，暗血多少？哎呦，暗血感觉还，留回来，你们回来。我们冷静一点，我感觉可以出个奇招把他打死，就是用这些家伙把他撞死。不过我需要一点好技巧，不然会被打。把这打掉。你在打哪里啊，大哥？我把这打掉，把这打掉。哦，来！哦，不要！不要找我的，不要找我的矮人。哎，找到他了，耶！抱一下好了，那么多，那么多花样，打到他了，哦，那是扣血啊，啊，这样换血，我走，哎呦，转他，哎，可以了，死光光了。死光光了！哎，你有没有撞到人呐、啊？有，撞到了！好像我也死了很多小鬼。Yes， 乱打。好啦，所以那是我的吧？耶！阿仁，来报数！救人！有没有人可以救？没有啊，这死光光的。你这该死的家伙！妈的！啊，算了，还有路吧。但我的金鸟还没死掉耶！哎呦，奈吾兰，我是不是有小鬼被卡住了啊？妈的！你看小鬼被卡在这边了，是怎样？哦，游戏真的是哦，一堆奇怪的 bug， 更奇怪的点。怎么可以叫我们的中鬼？原来都死光光的。这里是要挡在这边，我小鬼不能搬东西啊。哎，大哥，啊，可以过得去，太好了。然后呢，母神雕像原来那么大一个，格低神呢、啊？什么格低神？计划中什么最关键的一步了、啊，所以呢、啊，这个就不能搬啦、啊。你这边是怎样？只会装备装鬼都掉下那里去，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好，
雕像是空的、啊，宝贝。这是假哦，所以嘞。那、啊、怎么办？从哪里搬？哎、欸，什么事？哦，他们是进去的意思吗？当巨人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肯定会回来的。是啊，所以嘞，找到传送门，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吧，给他那一次机会，让他专心一致很安在那破蛋。哦，所以是我们要用小鬼偷渡就对了。啊，找，我们先回去，让他来偷那个东东，然后就可以挖个传送门，把我们传过去，然后把他干掉，干掉他。哎，你好，臭矮人偷袭你。啊，你们去搬，所以这就是刚刚开始来的地方。啊，你们等我们一下吧，你们呢搬得那么开心，那感觉那是加血的吧？因为我血还少一格。好了，让东西捡一捡。下属哦，那是加下属的，宝贝，怎么加个血啊？三十五只小鬼是要怎样？那么多小鬼，然后呢？助我来了。哦，就是你，几只眼睛啊？一二三四五，六只眼睛，五只小眼，一只大眼，恶心的家伙！所以你要直接传过去哦，哦，这么方便。好了，现在时间是7:21，啊，这个部分就结束了。什么实施中？你稍微增加向住的地方出发，他们走了，还有一辆机会传送门，马上通知我们。他们的邪恶领土就会变得更加广阔，是不是很诱人呢？还用你的图啊！所以矮人的领土就这样被我毁掉了。然后他们的要塞怎么了那么大，结果还不是被我打垮了？哼！所以呢，我们还要去海王皮克城报道。刚刚那边要干嘛？规定你呢？规定停，看一下。所以看一下，预览一下任务。到达母神大战地点，我已经到达了。所以呢？哎，等一下，我要看到什么东西？亮走做法门后门，看一下，不关我的事。啤酒桶应该呢？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要干嘛 ？What can I do？ 哎 ，What can I do？Fuck you！ 哦，感觉真的犯规。好了，我看一下，我有3700块，我们来装潢一下我们的房子好了，打发一下时间。等一下再去海龙皮克城报道。哎，这边的布置是不是变得不一样了？我记得之前这边是绿绿的，花绿绿的，还有这些花草，现在怎么变得像真的是邪恶的王宫一样？是因为换了老婆的关系吗？啊，什么地狱犬雕像？这哪里像地狱犬？这明明像乌龟。先回答。远古雕像，优雅穿脸。吊灯、黑曜石、藕长帽、木库、黝黑的地板，500块，好了，买了。清理什么东西的？恶魔雕像，哦，阿库玛，好买了。有钱不逊，好好享受，那有什么意思啊？说的没错。哎，暗黑王座这个要买，超酷的。哇，这是骨头啊！地狱犬雕像，哎，我好像看到什么新的东西啊？这什么？黄金？哦，这么强哦！巨型哇！哇，超级恶魔，这么酷？什么？黑后通道？什么黑后通道？你换个地毯，换。哦，这个比较酷哎，2000块，是我破产了，算了，改天再来。我现在需要更多钱，还有这钱还是对我有用吗？钱可以拿来升级我的装潢，虽然说装潢也不知道干嘛。好了，我们去海龙皮克城看看那边要干嘛。邪恶总是代表着新的黑暗。呼呼，哇，非常酷！看我的玩座，可是我连坐都不能坐啊！臭，做你妈的皇后啊！造了，你们顶了，哦，
糟了，那边傻坑叫，好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等，还是说我们要再回去啊？应该不会吧？他们已经传走了，应该。难道我要从这边闯去那个什么侏儒的领地吗？我来好像看，这边应该什么东西？应该不会矮，还是有矮的呢。好了，我们再去看看。让我们过去看。可是目前我没有小鬼，我用这个防护盾好了，我自己就可以了，不需要小鬼，我是霸王。哈哈哈！啦！哎，你好！酷啊！我会反弹呢！哇，酷啊！只要超强，好强的盾，神盾！好了，你海之王是吧？大好一倒贼！哈哈哈！我要复活！所以嘞，这边就再没了。要不要叫个小鬼来接好了？啊，这个巨人的雕像就在，巨人的尸体就在这边。哎，还有来了。哎，你好，酷，哇，偷袭，挂个两刀就死了。果然有装备有差。好了，这是小鬼，这是一些小鬼，捡一下那把斧头。那把斧头，不要浪费资源。斧头，把捡起来。对。哎，那边斧头，武器。好了，闪人。所以呢，现在要干嘛？要等那些小鬼跟我回报。所以我现在只能去海王皮克城了。好吧，海王皮克城，我们来了，看看那边要干嘛。真，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就是一直升级小鬼的装备哦，不然每次都要像打这种地方才能升级小鬼的装备，有点麻烦。就不能说永远就是固定，就是你可以直接升小鬼的时候，他就可以就是全部武装了，你就不用再自己调整了，自己这边就要捡那个的，很烦。好了，现在是7:27呢，好像这是第25次游戏录制。那最近其实都是在录这一款啊，虽然还是说有观众在看啊，那其实好像没有说受到非常非常多观众喜欢看。因为我目前也只有这款游戏可以录制啊，也不是说只有这一款啊，就是其他的游戏我都先暂时不录啊，先专心把这款录完啊，不然就是每次就是录来录去，然后游戏越拖越多，然后都录不完呢、啊。也是这样子啊。好了，刚刚这边要干嘛？我们这个人寻找邪恶能量来源。好了，带一些小鬼，这个带4-5只，5只，这个意思一下5只，主要是蓝鬼跟踪，哇，看到龙民真开心，杀那些龙民，妈，干嘛造反了？造反是不是？我咳嗽咳了连肺都快咳出来了，是哈。哪里还有僵尸？我不是把僵尸干掉了？不合适的。什么小酒馆啊？我是杰森，你干嘛？拿来弓箭冲过来！闭嘴啦！我知道有僵尸的。不，我是攻略完了吗？为什么还有僵尸？然后虎狼是不是？虎狼小，我们这边就打完了，我连那个威廉都干掉了。谁嘞？威廉是吧？哎，干嘛？你干嘛突然冲过来，好像要打我一样？怎样？你们以为我打你们打得过我是不是？好，让我们看一下。There are no more new cases. Thank the gods. Wait a good going. 谁嘞？哪来的什么能源？什么邪恶能源的？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风平浪静的，干嘛？看什么看？卡
看加进去的意思吗？好吧，你去看看里面要干嘛。什么十二的能量来源，不会是前面的那个墓地吧？这边应该攻略完了。你没事啊，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你还要叫我们回来？那诈骗集团是不是？好啊，继续看看他们里面有什么。安吉利斯要塞，第一个能源，有东西吗？有东西吗？这他妈什么都没有啊！啊，开个宝箱，这边没有啊，腐烂人，还是说不是这边？那我下好了，回去应该是墓地吧，感觉应该是墓地那边会有什么邪恶人员，被骗了，妈的！好了，回去，回到高塔，然后再传回去刚刚那个航皮客船那边，然后再绕回去好了。哦，还有哪边没有攻略吗？差不多的吧。然后这边有没有给什么提示？哭你鸟了！好了，我们看一下。沼泽地是在哪里啊？哦，我知道，算了，忘记还有皮克城。还有皮克，刚刚那个人要干嘛？什么邪恶能量啊？感觉是墓地那边吧，因为墓地之前我去过，那边什么都没有，所以那边一定有炸。Yes，Go。好皮可能邪恶能量是吧，邪恶能量，我看是邪恶没羊，邪恶的小绵羊，小绵羊时间，小绵羊，哦，原来是这边哦。海王皮克声音传送门，我们在讲什么了？他们这人与人跑到那个门之后，除了管理的茉莉，其他全都跑掉了。如果你的茉莉是谁啊？不会是很丑的家伙吧？他喝着茶，我现在肚子很痛，木瓜子上也全都是洞，就叫你继续收服他们回家吧，老大。你的酒鬼，干嘛？哎，啊，就是这个深渊的，怎么突然叫我们去深渊？然后叫什么？我要走出来就到了，还有我那边绕了一圈，不知道干嘛，神经病。啊，谁知道这边有个深渊的？好了，我们进去看看，然后这边要干嘛？到底是这个什么时候建的啊？原本好像没这东西啊。啊，继续要进去啊！你这边喝酒，妈的，出一张嘴，妈！然后这个洞是假洞吧？这洞不知道干嘛。突然就有这个洞包。随便的，好，先进去看看。海王皮克山烟。现在时间是7:33，好了，进去看一看，就准备收台了。看看里面有什么东东，有看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你们跟之前的那个什么山竹身边差不多。好了，这边应该有传送灯之类的吧？没有，但怎么充的？啊，是不是？啊，这边有，这边有，传送门，它是就可以直接从这边开始。什么？啊妈，抽阔鱼。Blue, 打来只阔鱼，谁？不是你那个东西，他是怎么来的？我忘了。这些女人的眼睛怎么发光了？不管怎么说，阵容从这里传出去没有，我人生摆脱这些小坏蛋，找到一些安宁了。哦，你怪我就对了。啊，贝克城里整天都是女妖如何，他们总不学你，他们先展示吧。哎，你们在这边，全都是他的错，你不是死了吗？什么东西啊？你们在干嘛？不会种花，又不会十字绣。你在膜拜什么？我今天是主人，不人啊，不是主人。然后这边要干嘛？复发点异怪。哦，就这样干掉他就好了。啊，结上了。麻烦。他包掉了。
真恶心。啊，刚刚威廉呢？我刚刚不是看到威廉吗？现在呢？什么东西？把弄干净，清洁工具在那边。你叫我清洁是不是？林北是霸王，你叫我清洁？利用威廉就是清除什么歌？那是要讲什么东西啊？那是要干嘛？我不知道。画龙母了，这什么东西？什么？瞧，这干嘛的？哎，所以上次那个什么深渊是那个谁啊？那个什么那个死胖子？啊，这边不会就是那个威廉吧？我怎么看到女人在骑男人啊？好了，昨天这期游戏录制这边先结束完了。如果各位喜欢影片的话，就给它做下个订阅；喜欢说声的话，就要先这边先收台，谢谢观赏了。那下次再录这个部分，看这个部分是要干什么的。好了，先这样子啊，拜拜。天哪，呀，让他读取完。还没好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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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来了。